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竹分会感恩周年庆典礼，有请主席就位。典礼开始，请鸣钟。谢谢主席。全体请肃立。唱国歌。复位，拿起您的会刊，翻开53页。请您继续面向我们的舞台，唱世华会歌。谢谢各位贵宾，请复座，也请主席入座，感谢各位。今天是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竹分会的感恩周年庆，现场呢非常多的来宾到我们典礼来为我们加油以及支持。现在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今天的总会贵宾，总会长黎淑英女士。副总会长柯杜瑞琴女士。创会总会长柯杜瑞琴女士。
名誉总会长陈尚春女士，监事长陈千惠女士，第一副总会长刘丽琪女士，这有吗？国际咨询委员赖梅璇女士，国际咨询委员简青梅女士，常务理事陈琦女士，理事吴继平女士，理事赖迪雅女士，执行长徐梦瑜女士，第六届华冠奖联谊会会长庄祝维女士，华冠奖得主蔡梦夏女士，副总会总会副执行长陈秀桃女士，新竹市社会科科长彭慈君女士，继续为您介绍的贵宾是新竹和平社司春梅女士，台北南亚福伦社 Maggie 社长以及我们的姐妹，RLI 福伦领导学院跨地区联谊会班长 KTV 以及所有的会员，彰化皇家福伦社我们 TV 社长以及夫人到了现场，以及我们的协办单位新博整合行销有限公司专案总监张雨婷总监。曾文志医生 SAFE 健康教室医师曾文志医师，赞耳艺术董事长何义勋以及温雅婷两位贵宾，谢谢。永达金属雕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淑华女士，窈窕佳人美容媒体企业公司总经理王瑞阳及全体员工，感谢您。大东房屋不动产经理赵又敏经理，皇帝不动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兆胜总经理，留意声乐家舒家倩女士，顾问黄宇杰女士，顾问郑美淑女士，顾问张淑媛女士，还有我们大太阳赵之宽先生，杨国雄先生，温武义先生，陈润阳先生，刘丽媛先生，曾能进先生，古文良先生，
我们小太阳黄从松先生。我们圆光方丈和尚以及所有师父代表，感谢您。台湾省工商妇女气管协会辅导理事长林纯忠理事长，以及所有的会友，台中市工商妇女气管协会理事长蔡炳云女士，以及所有会友，台南县工商妇女气管协会理事长郭金月女士，以及所有会友，彰化县工商妇女气管协会理事长郭家珍女士，以及所有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台北市分会会长王雪昭女士，以及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台北二分会会长黄雅丽女士，以及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大台中分会会长何彩薇女士，以及我们的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大台南分会会长蔡素珠女士，以及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大桃园分会会长陈梅玉女士，以及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北市分会会长郑玉婷女士，以及我们的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台北市华兴分会第一副会长陈宏子副会长，以及所有会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会长林明丽女士，以及所有会友，我们台中市华凤分会的会长，还有所有的会友们，最后是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澳洲分会会长廖纯慧女士，还有我们的会友，感谢。还有我们的顾问黎静瑜女士也在现场，感谢您。今天呢是我们一周年的典礼，是非常开心的日子。不过呢也有点遗憾，在今天的典礼现场呢要追思我们一位姐妹，这位姐妹是已经离去的刘金叶女士。现场所有嘉宾请起立。我们亲爱的世华姐妹金叶姐，对于公益事务一向不遗余力，身为新竹世华的一份子，公务繁忙之际，即使无法亲自出席各项活动，仍心心念念推动社会服务，借由其他赞助支持的方式，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今天金叶姐虽然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她的精神和善举是我们的最佳典范，她的爱心也扩及子女，今天阿德、雅婷也一同出席。在我们的新竹世华感恩周年庆的现场，很高兴能够看到阿德以及雅婷，还有我们的姐妹的情感不会因为时空阻隔而间断。现在我们一起将祝福送给当天使的金叶姐妹，在天上的她也会护佑着新竹世华会，会运昌隆，姐妹阖家平安。感恩各位，请坐下。主席致辞，有请婉婷主席。
大家莅临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竹分会感恩周年庆，谢谢。谢谢婉婷主席。继续，我们邀请的是新竹社会科科长彭慈君女士，为我们说几句话。各位世华所有的36个会的会员，大家午安。本来今天我们社会处 处长要过来，因为他还有另外还有两个权益保障的委员会，所以不客前来。要我来代表祝福大家今天的感恩周年庆的会务还有聚餐能够顺利圆满，谢谢。谢谢。继续，我们有请总会长李淑英女士为我们致辞。有请我们总会长。好，在我们舞台上。走进来的就是我们总会长。好浓重啊、哦！我们亲爱的今天的主人啊、婉婷会长，那我们社会处的科长，还有我们最敬爱的创会总会长柯度，我们的名誉总会长尚春，还有我们的第一副总会长丽琪，还有我们的监事长千惠，还有我们的华冠奖联谊会会长祝维。还有在座的各位分会的会长们，还有在场的所有分会的会姐们，还有在场所有的顾问们、大大们、贵宾们，大家好。来到这里好像来星光大道，很开心今天呢能够代表世华总会以总会长身份来参加我们新竹分会的一周年感恩周年庆及晚上最棒的这个泰雅的音乐响宴哈。世华呢在1994年创会，至今已经有61个分会了。我们今天有最远的这个会姐来到，就是澳洲的分会啊，很不容易哦。好，那谢谢。那所有这些分会呢在全球三大洋五大洲里面呢都发挥了他自己的功能，自己的活动，把世华照亮全球。在这里我要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婉婷会长，在去年创会之后，是世华的第54个分会啊。在他任内的一年内呢，他聚集了所有新竹的最棒的企业家一起，为公益的事业而努力，当然就把世华的名气打出去了，也把世华的招牌擦亮了。谢谢你。那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虽然我奔波在全球里面，但是新竹我已经来了3次了。那谢谢。上次在一次的电视访问上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的婉婷会长他以他的智慧啊，把这个公益放在泰雅族的小孩子身上，尤其是在教育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让这一群孩子们呢得到照顾，然后把自己最优秀的那个天分，也就是他们的天籁之音唱出来了，而且唱出了他们人生的方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你，很好的选择。因为有人问我
世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我说我们婉婷会长一级棒，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哦。那我想借着这个天籁的声音呢，他可以没有国界的到全球去散播，尤其这个是最原始最纯真的台湾的一个代表，所以我觉得他们以后真的可以全球去演出哈。在这里呼应我们全球的分会姐妹们，如果今天晚上你们欣赏之后有感动，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为这些孩子们做一些计划啊，做一些付出啊，来为他们打气，好不好？啊，最后我再次的谢谢我们婉婷会长的邀请，为了这个活动我真的在台湾这次留的最久哈，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最后敬祝今天的大会成功，也敬祝我们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夜晚，也敬祝所有在场的每一位嘉宾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谢谢。谢谢我们总会长，我们总会长可以说是三大洋五大洲跑遍遍啊，那尤其呢一直不断的忙碌，今天还风尘仆仆到我们新竹来祝贺，感谢您。我们婉婷会长特别准备了礼物要送给您，我们总会长也准备了礼物，在今天典礼一开始呢，就来欢乐的时光，彼此呢交流感情，也希望呢总会还有各分会多多协助还有支持我们新竹分会，感谢。谢谢我们创会总会长，感谢您，谢谢，也谢谢我们婉婷会长，谢谢。好，两位美女携手同心哈，为我们世华继续努力，谢谢。继续我们邀请的是创会总会长柯杜瑞琴女士致辞，有请我们柯杜瑞琴女士哦，在我们舞台上优雅的走过来。啊，大家对她应该印象深刻哈，一年不见，哎，一年不见，已经80岁还是如此的典雅，哎，哇，马不停蹄的在世界各地奔波，但是再怎么样忙碌，也都要到我们新竹为我们祝贺，感谢您。今天的大会主席啊，黄婉婷会长、创会长，对不起啊，在这里还有最尊敬的哈，也是感谢的那个我们的大太阳哈，赵大太阳哈，啊赵先生啊，在这我们的总会长李淑英、监事长陈千惠啊，以及我们的华冠奖得主联谊会会长。啊，在右边的陈尚春名誉总会长，以及刘立奇副总会长，在这的各位哈，各县市，哦，今天出席很多哈，好，还有最尊敬的我们的蔡孟夏哈，总监，各位来自我们全省的各县市的会长、理事长，以及与会的贵宾，
以及我们最尊敬的师父、啊、还有我们的上级指导，对不起，上级指导、啊、我们的社会处、啊啊、的长官、啊、各位贵宾，各位的、我们的议会的、啊、各分会的、啊、会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对不起，刚刚哈、哦，我们司仪哈、哦、给我介绍快八十了，还七个月了，还没不到，在七个月，最近哈、哦，很多人都知道我差不多八十了，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想今天是我们新竹分会的周年庆哈、哦，在都特别举办爱在太阳，天籁之声啊、慈善音乐会。一位贵宾云集，哇，今天很多人哦，我想很开心看到大家各位领袖啊、能够齐聚一堂啊。本人呢，在这个平台已经进入25年了啊，在这里仅代表总会向各位致上，向新竹分会致上恭喜之意啊。感谢啊、婉婷创会长、上村总会长的任内催生。雪昭、薛丽，台北艺文会的薛丽引荐，精挑细选，啊，有梦成真，圆满逐梦。创会长黄创会长积极诚恳态度，令人感动，是有肩膀的好领袖，并且对公益不遗余力。啊，创会长婉婷长期资助。成立泰雅学堂，帮助原住民小朋友开辟他们另一片天地，并且在花莲的长期资助竹东长老安养中心，新竹分会的姐妹们热情活泼，有创意，内心也充满爱与温暖。在婉婷创会长英敏的领导之下，李监事齐心协助，会员热心参与，出钱出力，启动心理能量，奉献付出，新竹分会会务发展更加成长茁壮，迈向更灿烂的前景。我们世界华人工商企管协会走过历史，进入25年，再过啊，下个月哈、啊、就25年了。分会遍布全世界三大洋六大洲，共有61个分会。历届总会长领导团队走遍全球各地成立分会，鼓励侨胞企业家领导组织团队。经各地经文处各级长官协助指导，借重资源推动国民外交，成就两性平等，扬名世界。本人瑞琴常年到全球分会参与盛会，有感于凝聚全球华商妇女人力及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于2001年发想创办属于世界华商妇女专属奖项——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希望借由表扬全球杰出华商妇女。企业主他们所领导的事业、家庭、社会等等优秀的事迹，并将杰出的成就作为我华人妇女的表率，达到见贤思齐的正面意义。明年2018年10月，我们总会长李淑英将领导团队筹办第10届世界年会暨第7届
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选拔颁奖盛会，在圆山饭店，届时请各界女企业家踊跃报名推荐参选。世华这个大家庭有着团结的向心力，以及所有会员姐妹的努力，让世华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面对国际社会的多元化，世华除了领导妇女企业家协助政府扩展国际经济贸易，更肩负凝聚全球妇女刚毅精神的重任，以提升华人妇女在国际间的地位。本人瑞琴愿与全球世华姐妹肩并秉持共同理念，手牵手心连心，接受新世纪的挑战，坚持永不放弃的精神，奉献心力，深耕世华，期许世华姐妹皆有一颗谦卑的心，财大步气出，不邀功图长，共同为世华组织荣耀努力。一个成功的人，他不但有过去，有现在，更有将来，这是我们很多姐妹的写照。一路走来充满阳光，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我们以用心办事成，为人生成功之道，以服务国家社会人群，以姐妹的胸怀为人生目标，创造被利用价值观念，开创世华平台。祝今天与会贵宾姐妹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祝今天的感恩节感恩庆典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我们创会总会长，今天在现场我们婉婷会长呢也特别准备了礼物。哇，总会长已经先行把这个礼戒准备好了啊，我们创会总会长特别将这个礼物呢已经送给我们婉婷会长，也谢谢创会总会长这一年来的照顾，感谢您。谢谢我们创会总会长，还有我们婉婷会长，谢谢。好，这是我们婉婷会长特别准备的礼物，礼尚往来啊，谢谢。好，感谢我们创会总会长，感谢您，也谢谢我们婉婷会长。继续我们邀请的是名誉总会长陈尚春女士致辞，有请我们陈尚春女士。
好，我们陈尚春女士啊，刚才看您蹦蹦跳跳的，十八岁吗？我们今天的主席婉婷创会长，以及今天我们主桌的所有的贵宾，我们世华的总会长，然后我们的创会的，我们的永久的创会总会长，以及各分会的会长，以及我们总会的各位团队哈，以及我们今天所有的姐妹，以及各方的来宾，大家午安。每一次来新竹哦，真的心里都是充满了很开心哦，因为新竹分会呢是在我世华任内以后，快结束的时候，成立了我们的最小的小妹妹。但是呢，新竹分会自从成立以后，它的表现呢都是非常的亮眼。我们知道，尤其像看到今天的来宾。有不同的单位来的，那也有不同的方向来的姐妹们。那因为一个分会，它假设办活动，各方有不同的友人贵宾前来，那也是很好，把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不同的方向里面转达出去。那这也是在我们分会立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我们知道新竹分会成立，那婉婷 会长呢，他秉持着他常年他做公益，自己在做公益，但是他成立了一个分会，他凝聚姐妹，他把小爱变成了大爱，然后把一个公益能够扩充起来，然后带动这个公益在他们的分会里面发扬光大。我们知道原住民小朋友最精彩的是他们的声音，他能够长期支持泰雅学堂，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声音，凝聚他们的声音，做成一个像我们知道所谓的维也纳合唱团啊，这些也都是小朋友，可是他能够走进世界，那泰雅学堂的小朋友也已经走入这个部分。那他们的我参与过他们的校长带动的学生，我发现他们不光是小朋友，他们连他们的老师校长都是声乐表现非常的优异。而且今天呢，这个庆典呢也是把他的成果在今天的晚会中会让呈现出来，看到他的公益的成果。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步入一个老年的社会，那婉婷会长呢，在他自己的家乡花莲，他也是长期的资助老人，然后也不是说小小的资助。我常在想，一个分会每一次每一年每一个会长都很希望有一点公益能够带给社会，在我们分会里面也算是一个心意的表达。但是常常你要去找一个公益呢，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从婉婷会长身上看到，一个公益的要去做，最好是长期的，是连绵不断的，这样子它的成效才真正的能够表现出来。假使你今年做的是东，明年做的是西，它所有的公益都不能够有成效。那这一项也是我在这边顺便的，也能鼓励每一个分会，假使你要做一个分会的公益，尽量选择一个公益的社团或者单位，长期的去资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在公益上发挥。因为你忽然只支持一下下，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作用。假使你能够长期的去支持他们，他们能够安心的把这个公益推展出来，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社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在这边今天非常的恭喜婉婷社长在这一年里面的带动，让新竹分会在各方面不但是友情的交流，然后会员的凝聚，更重要的是他的公益的表现非常的成功。在这边也预祝今天的大会成功圆满，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一个非常好的音乐飨宴，谢谢大家。谢谢明玉总会长，我们婉婷会长。
特别准备了礼物，要特别感谢您这一年来的提点。感谢我们名誉总会长的心意，我们的婉婷会长也准备了礼物，要谢谢您。谢谢，谢谢我们名誉总会长。继续，我们邀请的是第一副总会长刘丽琪女士致辞。有请我们刘丽琪女士。好，同样在舞台上翩翩走来的我们副总会长，一年不见还是一样的非常端庄典雅。谢谢您今天的莅临，感谢您。我们今天大会主席婉婷会长，我们世华李总会长、科度创会总会长，还有名誉总会长陈尚春女士，还有我们监事长陈千惠女士，还有我们华国奖联谊会会长，也是我们新竹的荣誉会长庄祝伟女士，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我们来自世华的各分会的会长，还有姐妹们，还有我们在座的贵宾，还有大小太阳，大家好。很快哈，我们新竹分会这样成立1周年，那很感动，也很谢谢在座的所有贵宾，在满周年今天来这里给我们新竹分会加油打气，跟给他恭贺之意。我想在整个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哦，它就是一个工商妇女的一个团体。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工商妇女，大家除了在忙事业之余，大家就因为参与社团，那当参与社团，我们不只是可以大家把自己的专业，把自己的经验，能够透过这社团能够学习跟分享，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大家又借着这个平台来做这样的社会公益，做社会服务。那当然在我们在一年来，我们看到婉婷会长他真的非常积极，你看他个头虽然娇小，可是我看他活力十足。好，那当然在去年一年来，他带领我们新竹分会参与各种的公益，不只是公益，还有做企业的参访。那我看到他各方面都非常积极，那真是对他由衷的佩服。那当然也是谢谢他为我们新竹分会的付出，为世华的付出，为我们社会妇女的付出，为国家的付出。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我们都可以再接再厉，我们可以来社会国家做更多的付出。那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谢谢婉婷会长，也恭喜我们新竹分会的姐妹。那希望而后我们在世华，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更多交流，更多的一起分享跟付出。那最后谢谢各位，那祝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那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谢谢。谢谢第一副总会长。同样的，我们婉婷会长也特别准备了礼物。也谢谢我们第一副总会长刘丽琪女士这一年来的协助提点，谢谢您，谢谢。
继续，我们邀请的是第六届华冠奖联谊会会长及新竹分会名誉会长庄祝伟女士，有请庄祝伟女士致辞。好，现在已经在舞台上的穿蓝色礼服的庄祝伟女士。大家好，世华，欢迎今天在座的所有嘉宾，我们世华的今天的婉婷会长、总会长，还有创会总会长、名誉总会长，还有我们的顾问群、我们大太阳，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新竹分会呢，在去年的2016十二月二号到现在，刚好满一年，将近一年差一天。那在这一年呢，他们的会务成就是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在新竹分会呢，他们除了呢很多知性的举办很多知性的活动，像企业参访、经贸讲座、联谊活动，然后就像刚刚前位几位贵宾讲的，他们最让人深刻还有感到就是说印象深刻更肯定的，就是他们在公益从事公益这项工作，不是活动而已，工作的这个投入跟信念。那新竹分会呢，在这个他除了是他们新竹分会，除了是期许自己不只是社团以外，还期许新竹分会呢，它是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标杆。所以呢，在这个婉婷创会长的这个带领下呢，所有的姐妹还有大太阳顾问呢，全部大家一起投入公益活动。那这公益活动呢，就像大家讲的，今天的泰雅学堂的音乐会，还有呢这个断舍离义卖，捐助竹东的安雅中心，还有呢就是那个，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今天有点紧张，再给我一个掌声好不好？我本来想用讲的，我有写 memo 啊。除了这些的以外呢，我其实在这个新竹分会呢，看到呢，婉婷会长还有每一个会姐呢，他们的理念信念，他们曾经跟我分享过，他们希望呢不是只有利己，还有利他，然后去做公益，然后呢不仅是自己生命中的天使，也是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这样的一个大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佩。然后在新竹分会一年以内，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会务上有亮丽的成果，然后在世华的平台也获得大家高度的肯定。身为名誉会长，我真的是与有荣焉。然后在此呢，我也是要跟所有的新竹分会的姐妹讲，你们展现给我看到的是你们温柔、温情、温暖。那有目共睹的，你们还有三力，什么三力呢？活力、美丽跟执行力。因为我看到今天的这个一周年感恩庆典，刚刚看大家整个这样 round down 下来，就发现你们执行力真的很强，我真的是与有荣焉。最后呢，在此祝我们新竹分会呢会务一样是成功圆满，然后与会的所有嘉宾大家平安健康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庄祝伟女士，您请留步，我们柯杜瑞奇女士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特别感谢您的啊！您请稍候一下，有请我们创会总会长柯杜瑞奇女士来上台为我们致赠这个礼物。
谢我们创会总会长，也谢谢庄祝伟女士。继续我们邀请创会长黄婉婷女士为我们致辞，有请。各位亲爱总会的大大们，各位来宾，各位所有，我们各分会的姐妹、会长姐妹，还有各来自全球的姐妹们，还有我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大家。在百忙中莅临参加我们成立一周年的感恩庆，婉婷站在这里很幸福。这一年新竹分会在四华的大家庭里，我感受到淑英总会长他已经来了我们新竹分会三次，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他全球跑透透，还对我们给我们满满的爱，还有我敬爱的柯度。创会总会长，我们的柯度妈咪，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好吗？谢谢他们给婉婷跟新竹分会满满的爱。然后接下来，我需要你们给他更热烈的掌声，跟刚刚一样的热烈，那就是照顾着我们长大，还有把我们生得胖胖如健康宝宝的上村妈咪。谢谢他这一年常常参与我们的活动，给我们教导跟支持还有鼓励。他跟我们新竹分会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熟，我们都非常的爱他。还有各分会的会长姐妹给我们满满爱的能量，谢谢你们这一年陪婉婷长大。所以婉婷站在这里充满无限的感恩。世华新竹分会创会时，我们跟姐妹给新竹分会定一个理念。新竹分会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社团，我们结合一群有正能量、有爱心的姐妹、顾问，还有大太阳社会爱心人士，一起携手帮助偏乡的孩子及失亲儿的教育。帮助我的故乡花莲，偏乡孤独老人的照护。这一年新竹分会努力执行创会的理念，我感恩世华总会的大大们，我们的总会长都来帮我宣传哦，上电视，在公益活动的部分，还有新竹分会的姐妹，新竹分会的姐妹在哪里？好，我们各位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好吗？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的婉婷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才可以一起来做公益。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有他们，我们真的真诚的希望，真诚的感恩。再来，我要感谢我们的大太阳在哪里？大太阳请站起来好吗？我们所有新竹分会的大太阳，请各位来宾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他们是我们的天使，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今天一路走来。谢谢大太阳们，感恩所有万谢那个今天的嘉宾的参与。我想你们今天可以见证了新竹分会这一年的成长，这一年的支，因为有新竹分会的姐妹的支持，我们才可以一起做有温度、有温暖。做自己跟做别人生命的天使，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新竹分会的小天使。有姐妹跟大家的共同参与，赞助泰雅学堂孩子未来一年的教育学习费用，孩子们可以专心的每周来回3到4个小时从山上下来学习，他们最热爱的音乐，他们最棒的天籁的声音可以被启发。
今天晚上孩子们也会将成果展现给大家。我先在这里预告，12月10号，这些小朋友今天表演的小朋友，他们将到国家音乐厅，表演。所以今天我们很幸福，可以先聆听他们天籁的声音，然后让大家的付出可以给更多的肯定。我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位，感谢一些人。我感恩我们的名誉顾问，邱总经理，我们请他站起来好吗？邱总，谢谢大家，给他热烈掌声。他这一年他一路支持我们在公益的活动，尽心尽力。还有我的大太阳台北市南亚福伦社的 Maggie 社长跟他们所有的社友，请你们站起来好吗？请各位姐妹他们热烈的掌声。没有因为我不是世华，不是福伦，他们一样支持我们在公益的平台这一部分。再来，我要很感谢我的那些如兄亲兄弟姐妹。我常跟说一句话，同学是没有血缘的，非常亲的亲人。这就是我们班长 KTV 带领的是 RLI 的跨地区联谊会，我们同学都站起来好吗？谢谢你们，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在公益的活动里面，他们一路都陪我走来，非常感恩他们从北中南一路赶到这里来。再来就是我的国际顾问，日本的侨委员赖义珍，因为他明天在花莲有个路跑活动，他是我们花莲的同乡。那因为明天花莲路跑，他是我们花莲观光小天使，所以爱的天使，所以他必须回去，所以今天他没有来参与这个活动，我要感谢他。再来，我要谢谢彰化皇家社的 TV 社长，他也是支持我们公益活动不遗余力的幕后的支持者。我要谢谢的人太多了，我要感谢一个人，我想借由各位的掌声，在我忙碌的生活里面，我要谢谢我的心灵导师。今天我的师父圆禅法师，他因为在花莲办药师法会49天，药师法会，所以他今天没有来。但是我的师伯圆光师伯、圆光方丈长老，各位给他热烈掌声。还有我们后面来的师父，我们请你们站起来接受我们所有的姐妹，感恩你们。谢谢阿弥陀佛，因为有你们，学佛的路上我一点都不寂寞，我会继续做下去。谢谢我，最后要谢谢我的大太阳宽哥，还有我的小太阳克林顿，再来就是我的暖太阳阿嬷，请各位给他们三位热烈的掌声。这一年他们无私的把我奉献出去，然后常常都要收那个烂摊子，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很疲惫，我都讲一句话，我知道你们最爱我，但是请让我不用讲话了，我希望好好休息。所以我们再给他们三位热烈的掌声。我的阿嬷常常都是这一年帮我又补又吃，还有所以让我也没瘦下来，还让我白白胖胖的，谢谢他哈。我相信你们是姐妹新竹世华姐妹最大的力量，谢谢你们。婉婷何时在这里，何时感恩让上天让 Kitty 有这个机会为社会尽绵薄之力。爱的路上有大家的支持，婉婷走得不寂寞。未来我相信新竹分会的姐妹跟我都会一起让爱飞扬。我再次感谢，借由各位掌声，再次谢谢我新竹分会的姐妹，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你们一路的相挺，我们才能够一切都是圆满的。我未来我们婉婷将会带着姐妹们跟着总会的脚步，用心传承薪火，相信爱在世华，我们都会幸福相伴。最后我们欢喜一起说一声我们世华的口号，我说一句，我爱世华。最后，敬祝与会嘉宾阖家平安吉祥，幸福快乐满满。谢谢，谢谢婉婷会长，感谢您。我们活动到现在，陆续还有一些嘉宾到临现场，要为我们来指导啊。那为您介绍的这位来宾呢，是我们新竹朝阳福伦社社当戴礼伟先生，谢谢您。美国奥奇国际金融董事总经理彭彦博先生，
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宏运先生，泰雅学堂陈志明校长，大太阳陈文哲先生，大太阳廖广志先生，大太阳赵衍之先生，还有我们后来已经赶到了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大高雄分会我们的会长林淑荣女士，还有我们的会友们，谢谢您，谢谢。继续进行的是我们新竹分会的会姐以及新会姐入会宣誓，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来宾是第一副会长陈美玲女士，常务理事黄秀清女士，常务监事田桂香女士，秘书长林慧珍女士，财务长蔡美珍女士，理事杨秀梅女士，理事王琼怡女士，理事杨丽珍女士，理事肖欣怡女士，理事赖应珍女士，理事谢秀清女士，监事陈淑文女士，监事张玉年女士，副财务长朱曼玲女士，副秘书长郑翠兰女士，活动主委刘秀娥女士，会务主委陈翠萍女士，会员主委林姿玲女士，企划主委徐雅安女士，会员副主委王美莲女士，会员副主委陈秀荣女士，会务副主委翟秀珠女士，会务副主委谢清荣女士，公关副主委罗小云女士，公关副主委黄淑珍女士，活动副主委吴淑芬女士，活动副主委陈少芬女士，行政委员方珍雅女士，行政委员吴慧珍女士，行政委员唐雅静女士。继续，我们邀请的是监事人理事长陈千惠女士，有请陈千惠女士。这一年来可以说是开枝散叶，我们又有新的姐妹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那当然在往后的日子里，同样的也要跟着我们世华每一位姐妹们继续做善事，继续利益社会的事。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我们新会姐入会宣誓，今天我们世华因为刚好周年庆跟国际扶轮今天是地代会议在圆山饭店，所以我们世华很多姐妹都是扶轮人，在地区都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跟讲师，所以他们有很多姐妹今天无法参与，但是他们也把满满的祝福给与会的所有贵宾，谢谢各位，谢谢。好，首先非常开心哈，看到这么美丽一个队伍啊，
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入会宣誓词，跟着我念好吗？哈，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竹分会新会员入会宣誓词。立誓人于谨以至诚，宣誓参加本会为会员，服膺本会所定之宗旨，遵守本会之章程，维护本会信誉，切实履行一切对本会所做之承诺以及义务。谨示立誓人，兼誓人陈千惠，中华民国106年12月1号，恭喜你们正式成为我们世华姐妹的新成员，谢谢，谢谢你们。好，在往后的日子，我想各位姐妹担子更重了哈，因为我们婉婷会长是一个敢冲的一位会长啊，不管任何的一些公益活动都不落人后，所以呢，不管是我们资历有一年的姐妹，还是刚刚入会的姐妹。以后的日子，大家要同心协力，一起为我们的世华共同来努力了。也谢谢我们陈监会监事人啊，为我们监事。继续，我们请监事人监事长陈千惠女士，是不是为我们说几句话？各位姐妹，请回座。谢谢，这是最开心的时刻哈，就是看到我们有新的这个会姐们，新的这个美丽的队伍呢，越来越坚强哈。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席哈，我们最可爱、最亲切的婉婷会长，还有我们永久的科度创会妈咪，我们的名誉会长上村总会长，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最辛苦的我们世华总会的总会长淑英会长，还有我们的第一副总会长丽琪，还有我们的华冠奖的联谊会的得主祝维，今天在座很多很多我们世华分会的这个会长呢也都来参与啊，还有各位今天与会的所有的嘉宾，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殊胜，有我们很多的法师们在现场，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吉祥吉祥。刚刚呢我们总会长说我们来自最远的是澳洲的会姐，不对，我从非洲来的更远。去年的现在呢，我因为忙着阿弥陀佛公爱中心孩子们的这个巡演呢，没有错过了这个我们的创会的这成立大会。那我答应婉婷说，我这一次的周年会一定赶到，所以我说到做到。我今天虽然是从很远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来参加，因为这个周年庆太重要了。我真的，我跟婉婷会长有个共同的嗜好哈，我们都是 Hello Kitty 的收集迷。我觉得收集 Hello Kitty 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心，就是。拥有一颗永远的赤子之心，然后呢，我们会不断的去创造新的幸福。在这边，我要借这个机会呢，也要谢谢我们婉婷会长啊，您的爱带着这个团队呢，不光是波及到我们这个泰雅族的孩子，我们非洲的孤儿呢，也深受到婉婷会长跟所有会姐们的照顾，他们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一天一天的长大，绝对没有辜负到你的爱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竹分会啊，真的是爱心满满，
爱无国界，不光是在台湾，这有用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这个精神呢，在创造各方面的这种善心跟能量，然后也把这份爱心呢传到我刚刚讲最遥远的非洲。在这边我们祝福今天与会的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这个新竹分会的所有的姐妹们，大家身体健康愉快幸福。今天的晚上呢，我们期待能够享受这个感恩的这个音乐晚宴，也谢谢婉清会长还有今天所有的团队们大家的辛苦，给我们大家创造一个这么美丽的回忆，谢谢，感恩，谢谢大家。谢谢陈千惠女士。刚刚我们听到有来自于澳洲、南非，我想美国等等各地啊。那这边补充介绍一下，有一位来自于智利的朋友，她不是我们的姐妹，但是以后就是我们的姐妹，她是我们姐妹的好姐妹，洪淑华女士，特别为了我们这次典礼非常感动啊，捐了20,000元给我们分会做善款的运用。洪淑华女士，您在哪里？跟我们致意一下好吗？谢谢您，谢谢，感谢您。继续，我们要颁发的是顾问以及尊眷顾问聘书，名誉顾问邱宏运先生，顾问陈泰安、余兆胜、陈建宏、谢昌仁、赖永清、徐素琴、赵佑敏、苏佳倩、郑美淑、黄宇杰，尊眷顾问赵之宽、陈润阳、廖广志、郭渊富、陈文哲、曾能进、杨国维、温武义、吕中英、赵衍之，谢谢我们的顾问以及尊眷顾问，因为有各位的支持，让我们的会务更加的顺利以及更有方向，谢谢您。也请我们的婉婷会长为我们颁发的是顾问聘书。这边还有一位顾问是张淑媛女士，也到了现场了，有请张淑媛女士。
谢谢各位顾问以及尊眷顾问。继续为您颁发的是我们协办单位以及赞助单位，感谢各位在这一年来为我们的协助，让我们的会务更加的有成就。继续我们邀请的是台北市南亚扶轮社，我们协办单位台北市南亚扶轮社代表请上来，还有彰化皇家扶轮社代表请上来，扶轮领导学院跨地区联谊会，还有我们的社长啊，社长有的已经都到了现场了哈，我们台北市南亚扶轮社社长还有社友，我们彰化皇家扶轮社社长，我们 TV 社长还有夫人都到现场了，欢迎。扶轮领导学院跨地区联谊会班长还有我们同学，新竹朝阳扶轮社我们社长社当戴礼伟先生，Lexus 陶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协理林慧珍，林协理，新博整合行销有限公司总监张雨婷，张总监，泰行整合广告企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衍之先生，生活经纪人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志宽先生，金丰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总监陈润阳先生，奇果教育机构执行长张玉年先生，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新北市分会会长郑玉婷先生，有请我们会长郑玉婷女士。继续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赞助单位，南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渊富先生，嘉尼特集团总经理庄祝伟女士，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宏运先生，武隆企业有限公司傅文雄先生，曾文志医生 SAFE 健康教室曾文志医师，窈窕佳人美容媒体企业公司总经理王瑞阳总经理，博老爷手工萝卜糕负责人林建良先生，美国奥奇国际金融董事总经理彭彦博先生，华丽雅致餐厅协理张志成先生，以及陈黎敏，金丰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富单位经理赵刘雅平刘经理，沙菲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长杨丽珍财务长，金丰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花莲分公司赵佑敏，茂联红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哲，洋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桂香，维权花店董事长吴兆宏，雅典灯饰总经理陈淑文，三洋厨卫生活馆总经理曾能进，香港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副总温武义先生，特庭新密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林思玲总监，富义特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雄先生，英荣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宗英董事长，勤业众信联合会计事务所会计师蔡美珍女士，茂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永清董事长，吉盈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宇杰总经理，陈泰安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陈泰安，大旗室内装修设计公司设计师彭雅静，皇帝不动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兆胜总经理，赞尔艺术董事长何义勋温雅婷，鸿城汽车有限公司经理廖广志经理，晋鸿水电公司总经理谢秀清谢总经理，好健康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芬，台德企业社
刘纯吉，宝嘉不动产总经理古文良，雄狮旅行社新竹分公司国际导游刘丽媛导游，三钢五金铁材行董事长吴慧珍，永达金属雕刻公司董事长洪淑华先生、洪淑华女士。感谢我们协办单位、我们赞助单位你们的支持，谢谢你的成就，谢谢。有请我们婉婷会长为这些协办单位还有赞助单位我们的好朋友们颁发感谢状，有请我们婉婷会长。我们协办单位以及赞助单位，谢谢您，谢谢。继续呢，我想今天的生日呢，感谢各方的祝福，尤其是我们各分会的会长还有会友们，您的到临为我们成立周年来庆贺，感谢你们。我们请各分会的会长以及代表上台，台湾省工商辅导理事长林纯忠辅导理事长，台中市工商理事长蔡炳云女士，彰化县工商理事长郭家珍女士，台南县工商理事长郭金月女士，台北市分会会长王雪昭女士，台北第二分会会长黄雅丽女士，大台中分会会长何彩薇女士，大台南分会会长蔡素珠女士，大高雄分会会长林淑荣女士，大桃园分会会长陈梅玉女士，新北市分会会长郑玉婷女士，台北市华新第一副会长陈宏子女士，台中市华凤分会会长林明丽女士，澳洲分会会长廖纯慧女士，有请各位分会的会长。今天我们婉婷女士，我们婉婷会长也特别准备了礼物，也谢谢你们的到临，谢谢。
我们各分会的会长姐妹，谢谢你们的祝福，谢谢。谢谢，今天是我们新竹分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哦，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婉婷会长。好，谢谢各分会您的祝福，谢谢你们，谢谢。好，在今天我们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因为同样的，我们的姐妹啊，我们新北市的分会会长玉婷会长也是生日，是不是？我们祝福玉婷会长，请您上台，谢谢谢谢。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她有两位女儿也来向现场，是不是？我们新竹分会周年庆的生日，有请邀请总会长以及创会总会长、名誉总会长、监事长、第一副总会长、名誉会长，有请各位。好，我们陆续上台的几位嘉宾，今天特别在现场祝福我们一周年的生日，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新北市分会会长玉婷会长也是生日，对不对？请您上来一起来庆生。同时呢，也邀请了他的两位孙女，他的女儿还有孙女也都到现场，还有他好姐妹，也是大家好朋友：李明芬、年丽丽、郑美淑、黄雨洁、林淑娟、陈琦，请各位一起上台，谢谢。这一年来，我想我们婉婷会长有很多话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尤其做了很多善举，还有回馈社会的一些利益社会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机会，大家一起来抛砖引玉，让全台湾都投入回馈社会的善举工作。谢谢。喂，我们邀请所有分会的会长姐妹请上台，红子姐姐，哎，请上台。还有内西、素珠、美玉姐姐，哎，各分会的姐妹请上台好吗？哦，孟夏姐姐，请上台。我们花冠奖的得主，我们给她热烈的掌声。所有人来为新竹分会庆祝今天的生日快乐，那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蛋糕推过来好吗？
好，台上我们的姐妹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哈，这一年来的这个成绩大家都看得见，那尤其呢是全台湾各地分会的姐妹们一起为我们台湾做了很多事情，那当然也希望我们所获得的喜乐一起来分享，尤其是我们新竹成立一周年的欢庆的日子。Happy birthday！ 祝福各位。哎，你点火好吗？点火。好，来，我去许愿，许愿，许愿了。我们创会总会长叫我先许愿，我把最好的愿望给在座的来宾，心想事成，一切吉祥圆满，事事如意，好运旺旺来。然后我们新竹分会会运会务昌隆。哦，大家姐妹都平安吉祥，很身体健康。第三个愿望我要自己留下来，谢谢各位。谢谢婉婷会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给我们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为我的好同学也是好姐妹，新北市分会玉婷，她今天生日，我们大家一起来给她祝福，也愿意她生日快乐，幸福满满，好运旺旺。来，代表大家亲她一个。北市分会的姐妹，还有她的女儿，来，孙女，谢谢。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们的婉婷会长、婉婷创会长这么的用心，上面还写了"玉婷姐姐幸福满满，好运旺旺"。我都收到了，而且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我们的好姐妹，在今天特别的日子，我真的很感动。还有我的女儿，我们的小孙女也刚好从澳洲回来啊，所以呢，他们也是特别也回来帮我庆生的。那今天呢，我更。原来是家族的庆生，今天是更不一样，一个慈善音乐会的庆生了啊！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会留下满满的回忆，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在这边也祝福所有的姐妹，所有在场的贵宾，跟我一样生日大快乐，而且呢，可以永远的幸福美满、健康快乐。谢谢，感恩，谢谢。谢谢我们玉婷会长，谢谢您，谢谢。我的愿望呢，就是除了感恩之外，除了我们的那个跟我们婉婷妹妹会长一样啊，我们也是把爱送到各个角落。今年我在会长的任内，我也是
秉持着我们总会的脚步，来照顾我们偏远的或是弱势的族群，这一点我觉得世华做得非常的成功。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来宾，所有的姐妹，一样的幸福快乐，谢谢。接下来他们的新北市创会长要送花给献花给新北市跟澳洲分会要献花给我们的玉婷姐姐，来照张相，来我们去照张相，好，谢谢我们各位姐妹，谢谢。在今天快乐的生日的这一刻呢，我想留下这个合影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记录呢继续传扬下去，明年、后年、十年后、二十年后，继续把这活动给延展下去。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好，谢谢各位。我想我们婉婷会长啊，这一年除了忙自己的事业之外呢，我想世华的投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哦。那这么样的分身乏术呢，他还是一样夜以继日的忙着我们回馈社会的事情，尤其是家人的协助更为重要。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太阳，也就是宽哥，宽哥您在哪里？还有我们的 Clinton 小太阳，谢谢平常的协助哦，很麻烦你。好，继续，我们的阿嬷也在现场，我们的暖太阳阿嬷。各位嘉宾，请您给我的家人热烈的掌声。我要谢谢我的父母亲，我的爸爸，虽然我的妈妈在天上了，我相信，因为很好的家风传递给我，我爸爸告诉我，一生，都应该要手心向下照顾别人。因为我们家的家训，也因为我爸爸的所作所为，今天才有站在这里的婉婷。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在花莲很偏远的地方，在六十担山，我出生地。我出生的时候都没水没电哦，可是我的父母亲选择最有智慧的选择，他让我读书。也因为教育，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跟命运。这也是我愿意，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回馈给山上的小孩，因为我就是来自于山上的孩子。今天我非常感动哈，我要感谢我天上的爸爸跟妈妈以外，我要感谢一个人，我借由各位的双手，给我的阿嬷最热烈的掌声。我要谢谢他，在我没有妈妈的日子，他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我爸爸的晚年，因为有他的照顾，我们家变得很和乐很快乐。我是跟着孩子叫他阿嬷。我感谢我的爸爸很有智慧，选择了我们家的阿嬷。所以爸爸妈妈都离开了，可是我依然有个家，那就是我回到花莲的玉里。我的阿姨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照顾我们。他有一句话我想跟各位分享，我的阿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在我爸爸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只是没有爸爸而已。因此您看到现在的婉婷健康的在这里，阿嬷有很大的功劳。当我今年办了一个7749天发起一个大法会跟一个水陆大法会的时候，因为很疲惫回到花莲，阿嬷就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现在我家里吃的饭、吃的菜、吃的东西都是阿嬷从花莲邮寄过来的、快递来的。想借由各位给我热烈的掌声，我今天非常要感恩她，因为她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我也期望我所有的福气给我的阿嬷身体健康，她陪我们一直到老，让我永远都有家。
这是我最想感恩，最内心发自内心最需要的爱，因为他才有今天的我。好，给阿嬷抱抱一下。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我献花给阿嬷一下，来来来，我们家儿子，阿嬷来，好，来献花给阿嬷，来，阿嬷前面一点，阿嬷很害羞哈，因为他来自于花莲，我们给他热烈掌声，他会很害怕的。真的是我们家的暖太阳。我们要谢谢一下我的大太阳宽哥哈，一路相持，陪伴。他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他有福伦社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也有福伦社的工作，他也陪着我做我福伦社的工作。那我有了世华以后，他又陪着我做世华的工作，所以他一路都只能说好。他只能点头，这一年我非常感恩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也给我们新竹分会很多的加油跟打气，谢谢他，往后新竹世华依然还是很需要他，所以各位给他热烈的掌声，请他出钱又出力，还要照顾我。然后明年他当福伦社社长，我在这里承诺，我一定也会好好的做好我应该做的责任。啊，接下来我要当福伦社社长，我也请他要积极照顾我。未来的五年，我相信我们家都很忙，那也请各位姐妹给我们热烈的支持。再下来，我要谢谢我的儿子，我对他有一点点愧疚，他回来一年了，可是他跟我讲话都要预约。要不然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他想回来我都跟他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活动，对不起，你不要回来，你改天再回来。所以我请他讲几句话。突然叫我讲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对，那从美国回来以后，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新竹世华刚创立，那我也很荣幸一回来就可以参加所有的活动，直到我下台南工作以后，那每一次活动我也都尽量能参与，是因为我们家的家训就是懂得感恩，那所有的慈善活动如果能参与的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惜福的一个时刻，那也只有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我有比较多时间跟我家人相处在一起。对，那我也真的很感谢各位阿姨及姐姐的帮助与支持，让我长大很多。我进新竹世华学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如何分辨谁该叫阿姨，谁该叫姐姐。那对哦，还有叔叔跟大哥。对，那周年庆，新的一年，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教导我，有多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多多能包容，谢谢。来，我们的大太阳。各位大家好，那个扮演一个大太阳，其实就是默默的，不要太多声音，跟在旁边，该出力的时候，该自己表现的时候，就不要吭声啊，就是直接付出就好了，所以。但是感觉上，看到婉婷这一年，也是因为有参加到世华，然后还有其他我们的福伦社，就觉得我们都在学习，都在成长。也感谢世华有这个舞台，可以让我们婉婷可以做一些公益的表现。那婉婷在这中当中呢，自己感觉学到很多，然后也非常的感恩，也很做得很愉快。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还是值得的。好，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婉婷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谢谢。好，谢谢我们大太阳、小太阳还有暖太阳阿嬷，谢谢，也谢谢我们婉婷会长，辛苦您了啊，谢谢。各位现场朋友，现在呢可以说是很严肃，也可以很轻松了哈。我们请各位朋友翻开第五十四页，我们会看第五十四页。各位朋友，请起立。
唱联谊歌。谢谢各位。李成主席，鸣钟闭会，谢谢大家，请坐下。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新竹，庆祝我们新竹分会成立1周年，今天圆满的结束，感谢各位现场嘉宾的莅临，谢谢你们支持。那我们还要掌握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专业的摄影师在现场，所以我们最后的合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脚步流程啊进行快一点，然后我们请摄影师也稍微把这个时间呢给控管一下啊。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几位嘉宾上台，不是比较方便一点啊？那请我们舞台把它降下来好不好，请舞台降下来，那我们让我们现场来宾可以上台来一起来拍照。好，请我们嘉宾上台好吗？我们几位各分会的会长，还有我们的姐妹们，会姐姐妹们，来，来，请上来。我们先拍团体照好吗？新竹分会的姐妹请上台。新竹分会的姐妹请上台。好，其余呢，我们的来宾呢，就往我们后面的。